师傅，您来了。疆场，洛溪村妖邪为患，需得你下山平妖。是。并非洛溪村人，却也放他不得，暂且将他带走，以免坏了我的事。你十昧灵性，救人心切，却因修为尚浅，失手被擒，此行务必将其平安带回。弟子领命，定不负师父所托。散之所必有蹊跷。小道姑，可惜被妖怪给抓去了。你得先去海边，找到传说中的隔绝之岛，再去洛溪村的洋楼，就能见着他了。这个我用得到。
Thank you.
没时间休息了。Thank you.
能在这里停下。